我们今天的防守做得非常好，我们的节奏好，防守做得非常好，但是整体而言，我们并没有达到更好，我们上很好的一个状态，因为我们的节奏经验是非常好的，我们该学习的方面是在心理方面，能够如何处理压力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，也有潜力在奥运会中获得奖牌。对你也是跟老队员感觉非常的庆幸，中锋老队员的话给我们感觉更像是队里的一根定海神针，他能给我们带来的是领袖的力量。从队伍来讲的话，我们现在打法上速度更快，然后队员之间也是更加的自信，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吧，也是希望我们能登上领奖台。